其实我早就有预感，您早晚会当上咱们研发部的负责人。我听说试点医院的入围名单出来了。对啊，昨天就出来了。这次全市一共有40几家医院入选。有田林动物医院吗？哎呦，这个我还真没在意。我现在就去看，等一下回来告诉你。 知道我叫你来什么事儿吗？难道是田林已经入选了？沈总，您放心，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今天了。你跟老赵好多年了吧？是，老赵呢，我另有安排。哎，这回我给你个机会，好好干，回头到集团我再给你提拔去。您放心，沈总。 我留下一定干到徒弟，保证完成这项任务。厉总，这些入选名单呢，我送过去就行了。您又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没关系，这么重要的文件还是我亲自送。干杯！这家店装修这么久，终于也要开业了，是做什么的呀？你们猜呢？走啊，看看去。走。哎呀，我是因为是个服装店，这样我没事就可以来逛一圈。啊，我是说我下班之后没事就来逛一圈吧。我希望是家饭店，离咱们这么近，以后吃饭方便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不管什么店，只要不是同行就行。太客气了，别客气。 好，请各位领导一步上前，我们马上开始剪彩仪式。哎呦，是不是？真是他。 谢谢我们的揭幕仪式。好，来，走，请。